欢迎36计之隔岸观火。哎，那么这个火我们该去哪儿找呢？这我们宇智波一族，这不个个都能吐火吗？那么今天我们就带来一首元飞日展。隔岸观火，鲨鱼怒，对面高低，得拉古横杖，我得压西马斯。钢手冲往复一个，我们先拉扯一波。啊，这金箍棒一压场，那是百发百中。小碎步走过来看他一眼，不提身不打他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哎，这个时候我没激动就赶紧跑，只要我们跑得够快，他就追不上。好，这跑的是挺快了，但是对面会飞呀、啊。哎，那没办法，他直接停下来瞅他一眼。看到没，有东西他就得交，但是没关系。喜欢追着打，那你就得起内。屠龙架火龙一放，咱们直接开道。Ladies, let's go。没死，要的就是这种感觉。他现在身上有我们火的灼伤效果，而且是配上了鲨鱼加怒。我们这个时候就别跟他打了，拉开距离。再见，来不及，握手。